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曾经听闻长老的甘露法语而进入佛门的，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在这边一睹长老的风采，在这边共聚一堂，再度来聆听长老具足慈悲与智慧的开示，内心一定是充满着期待，充满着感恩的。现在就让我们以最至诚恳切的心来迎请长老。大众请起立，大家请起立，对面站。迎请者至诚顶礼主法和尚三拜。阿弥陀佛。闻讯分拜摩我们在迎请队伍中有八位大学教授，一位特别从台北赶来，另外七位是陈兴发顾问逢甲大学的同事，而长老是逢甲大学的校友。他们虽然不认识长老，但是都听闻过长老的录音带，也都是佛教徒，所以他们对逢甲初高生已有荣焉。今天欢喜来参与来护持，至诚迎请长老同沾法益，也赞叹他们。Yeah.
请至诚向主讲者上会下立，长老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刚刚已经跟各位简介长老，大家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敬爱长老的大悲愿行，在台湾佛教界甚至全世界对佛法对佛教的贡献是无量无边的。现在长老将在此大转法轮，犹如佛陀在世，大家一心聆听，并以热烈掌声来恭请长老慈悲为我们开示。大家请坐下来。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各位尊敬的诸三长老，各位尊敬的比丘、比丘尼，还有慈悲的护法居士大德，以及我们发大心来服务大家的义工，大家阿弥陀佛。那么，去年啊，我第一次啊来台中啊演讲，那么承蒙各位尊敬的法师慈悲，在早上应供完还继续留下来慈悲的庄严这个弘法大会，还有在家居士呢也鼎力的支持，热烈的支持，我深感啊感动还有感恩。那么这个是主办单位啊第二次的邀请，让我呢再一次的向大家学习的机会。今天呢我们也有缘来此相聚了，那么殊胜的因缘。前一天呢还台风，但是我对诸佛菩萨呢龙天护法呢非常有信心。这台风啊一碰到灾身它就会转弯。说共同的善业啊能够转动啊共同的恶业。那么我们今天呢天气呢算是不错，
啊，早上呢下了一阵雨，但是下午到现在为止呢都一直都非常好啊，这大家大悲的愿力啊，共同啊集这个殊胜的因缘。那么这个主办单位呢很辛苦的啊，千头万绪呢啊，布置呢，租场地呢啊，花费了很多的金钱，背极辛苦，出钱出力，所以我们给主办单位还有我们的事宜热烈的感恩跟鼓励啊。那么去年呢我们呢讲的这个重点呢就是照见了五蕴皆空，那么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是智慧的开始，换句话说观无常是智慧的开始，正道自圆自顿的究竟圆满的觉性呢，也就是自觉圣智呢是修行的终点。当然起点终点其实是方便说，如果见性呢并没有新跟旧，因为亘古以来它早就存在，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真理呢只能发现呢不能创造，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生灭，一定会败坏啊。那么究竟的真理呢本质具足，你发现它刹那之间即见永恒。那么我们呢修习这个佛道啊有很长远的次第啊，但是呢在座诸位啊都勇猛发勇猛的菩提心，我相信大家不管碰到多难多艰涩的，我们还是呢会安坐啊。所以啊修习佛道呢如果碰到困难的啊，那么就打退堂鼓，那么他十年二十年他内心里面那个关卡还是突不破，还是突不破啊。那么我们这次的演讲的题目呢叫做摩诃般若跟涅槃妙性。摩诃般若呢它是用大智慧啊，啊那么以涅槃妙性呢它是体啊，它是体性，一体起用，色用归体啊，体用不二，性相一如，这是佛教的最高境界啊。啊，很多人认真念佛很好，很多人呢也认真的拜佛诵经，这个也值得赞叹啊。借众种种的法会的因缘呢，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是不随喜啊，也赞叹。啊，但有某一些人呢他会忽略了啊，比如说哎，我要念佛，我要念佛啊，我要精进要用功，也这个都对，但是他把最重要的切掉，不听经不闻法啊，他认为时间不够用，我好好的念佛啊就好，好好的诵经就好，就不听经不闻法，他不知道这个摩诃般若他有多重要。释迦牟尼佛讲经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一会，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摩诃般若般若法门讲了二十二年，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经四十九年除以二就是24.5年，24.5年跟二十二年接近，简单来讲就是释迦牟尼佛一辈子用半辈子的时间讲般若的思想，般若的思想释迦牟尼佛半辈子都讲教你如何开智慧，般若 的思想，你看这个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人呢 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最重要的切掉，最重要的就切掉啊，摩诃般若就是我们自信的家。我们白天呢去上班的时候啊，很累，为了这个家庭啊挣一点钱，我们很累。晚上啊回到家休息一下，洗个澡啊，
啊，然后有个温暖的家，但是这个是短暂的家，这个不是真的家，因为有一天你会断气，会死亡，你这个家是暂时的。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要找到一个永恒的家，这个永恒的家就是每一个人的心性啊，你懂得歇即是菩提的道理，懂得摩诃般若的智慧，你就找到真正的家，这个是真正修歇处，修歇处啊，身体的修歇处是我们甜蜜的家，妄想的修歇处是涅槃妙性，那个是永恒的家，永远的清凉，永远的知足，永远的慈悲，永远的喜舍，永远的无争，永远的平等，那是真正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呢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啊，一辈子重点通通要教你开大智慧，你开了大智慧，你念佛没有烦恼，即心就是佛，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禅宗讲即心即佛啊，你找到了涅槃妙性的体，会一体起用，有摩诃般若，什么事都能看得开，什么事都能看得破，什么事都能够尊重别人，灵动千江水啊，莫扰道人心啊。所以一开大智慧呢，你就必须要契入真如无相不生不灭的涅槃妙智，为证相应啊，这个就是如来的法身。所以我们从发大心，这个是修行舞台的开始，证得到涅槃妙智妙性，得如来的法身，这个是修行的终点。当然这个是方便说了，大悟见性的时候，时空完全停止，时间跟空间是妄想的产物，是人类意识心刻画出来的。我们说每一个动点其实是每一个刹那，而佛在经典里面讲刹那即非刹那，并没有真实的刹那，何以故？刹那本质空寂，没有所谓的刹那，这是究竟处。但是对初学佛法来讲，这个太难了。那么我们呢，台湾呢，秉承着大乘佛教，八大宗派都应当互相尊重，以佛陀的思想为中心，不分彼此啊，好好的各自修行。如果想要求法，那就一定要求如来最真最正最究竟无上的大法。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很不容易的，主办单位花了多少的时间筹备啊，然后来五六千位法师来应供，然后下午大家慈悲来庄严道场留下来。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要法的受用，法的受用。换句话说，我们来弘法目的是什么？就是内化，变成自己的智慧的能量，把师父所说的法内化，内部的内，变化的化，内化变成你自己的般若智慧的能量。你拥有了般若的智慧的能量，你就不会被拖着走，你就有正见，内心里面就不会颠倒，也不会挂碍，你生命做得了主。所以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学佛的目的在开采
内心深处的主人就是我们的本性啊。那么有了摩诃般若契入到涅槃妙性，这个就有佛陀给他一个名词，叫做智慧眼，又名正法眼障。智慧眼，我们没有眼睛看不到前方，我们心中没有智慧，没有办法分辨对错啊，邪见正见，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我们拥有了佛的大圆满觉性摩诃般若，我们生命自己做主，也就不会被拖着鼻子走啊。因此什么是无上究竟的正法，我们现在依据经典来剖析，都跟摩诃般若有关系的。经典这么说，说舍利弗，法名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解释一下，经典这么说，佛对舍利弗，法名寂灭，真正的法是内心要受用，你找到那一颗寂灭的自性清净心，叫做大寂灭法，就是佛法，真正的佛法。简单讲就是如如不动，不起一相。但是这个讲简单了，要怎么样能够如如不动不起一相呢？这个讲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啊。一般众生来讲，我什么都不去想，叫做如如不动，那个叫无记，那个叫做无记空，没有智慧正见的空，叫做无记空，也就是我什么都不想，类似啊无想的外道。佛法不是，佛法是破除根本的无明，身相的无明，回归到心灵最极清净的原态，本质其然，本来就是如此的那种大寂灭，这个就是真正的佛法。佛说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啊。什么是生灭呢？离不开假象，离不开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六根，这个六根呢，攀岩的六境啊，六尘呢，它就有种种的相，落下来这个影子，内心里面就有种种的量，因此避免不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就不是大寂灭的心。那大寂灭的心是什么呢？证得究竟的真如。所以是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你今天来坐在底下的法师和居士，今天一定要彻底的了解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这正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真如是离一切生灭的，离一切相啊，离一切见闻觉知。因为有见闻觉知，它就有量，就有相，这是求生灭啊。生灭它就有量，就有种种的相。真正求法者契入大寂灭涅槃妙性啊。所以这句再解释一下，是舍利弗，法名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换句话说，在座诸位，你今天要从内心里面彻底的转化你的三毒，
邪见转化，一直提升，一直提升。这个就是真正听法的人。如果我们来这里啊，听听法，法师讲法师的，我们回家来种子跟吸气依然如此，爱恨情仇也一样，你还是早已生灭。那么今天来讲算不错，结一个菩提善缘，结一个弘法的因缘，做未来的因也不错，总啊比没有来结善缘的好，但是没办法解脱。说接下来说，舍利佛，真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真正求法者，于二六十中应无所求，是真求法者，内外一如一切法，不可得故。舍利佛啊，这一段解释一下，说舍利佛，真求法者，也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来这里求法，想要求得正法的人，不着佛求。为什么不着佛求？这就诸位啊，佛在哪里呢？太多人希望啊，感应的阿弥陀佛，看看能不能站在虚空啊。诸位啊，记得阿弥陀佛站在虚空，那就是你真的看得到，用眼或者是用智慧用心的定真的看得到，那佛不是在外面，而是你至诚恳切，身心切愿具足，正住恶行，修了无量的福德善根，你的至诚心显露出来的。因为万法唯心现量啊，离心呢、啊，没有真正的佛法。就算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显现在你的面前，诸位不早就是正知正见，早就坏了。所以现在这个末法求奇迹的多，求感应的多，都夸大其词，搞得大家内心里面的般若智慧都失去了。每天都期盼在临命中的那一刻，念佛的人就是我念了南无阿弥陀佛，接下来就是等死，也不知道说我临命中有没有把握了生死，不知道。为什么呢？念得没把握啊，没有把握啊。平常在经教也不通，心性也不明，就念的那个叫做没有把握的佛。所以说舍利佛，真求法者不着佛求，因为自性就是佛，我们的自觉圣智就是佛，本不生本不灭，我们的清净自性它就是佛，也不着法求。诸位，法法本空啊，若着法求，即立知见啊，知见立知就是无明本啊，啊，知见无尽的四即涅槃，不着法求。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个法是善巧，一种方便，一种语言，一种文字，让我们方便契入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讲了，佛陀如果不善巧说法的话，那么就无人能够证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乃至等觉妙觉。所以佛一定要方便说，方便说要悟了才能达到究竟。所以说舍利佛，真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从真如心显露出来的那个法，就是真正的摩诃般若的法啊！如果我们从无明的心显露出来的贪嗔痴业力所感召出来的正义恶报所显露出来的，那个是无明的法。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那个心是指无明。但是悟道的话，念念般若，念念佛，念念生，念念就是无生。因此啊，不着法求，何以故？自觉圣智本来就是具足三藏十二部经典，所以佛自觉圣智就是佛，
法从自己甚至显露出来的摩诃般若，那个就是真正的法，所以不可找法求。何以故？悟一切法毕竟空即不可得，就是真正的求法者，不着众求，众就是身，也不着身求。六祖讲啊，说如果有人呢想要了生死啊，每天呢都寄放在啊善知识的身上，希望了生死无有是处。你要了生死，必须呀从你的内心的众，众叫做和合，清净和合纯无漏的那一颗心就是众啊。所以由理上来讲，从理上来讲，我们的自觉甚至就是佛，所以不必找佛求。我们内心里面显露出来那个摩诃般若就是正法，真正的法，因为契入正量的解脱境界，那个是真正的法。法离文字，诸佛庙里无关文字。既然离开文字啊，离开啊这个语言，离开妄想，这个就是真正拥有正法的人。不着众求，众就是身。在这里附带讲一下啊，这个身有事有理，正到空性，毕竟空性的人他的心是大和合的，是柔软的，他不会去伤害任何的众生，他的内心是极灭的，所以和合众叫做身。但是话讲回来，不可以执理废事，也不可以执事废理。今天论四相，必须依次第，五戒十善，身俗有别。你不能说我对佛法有所体悟，自己说我是身，你并没有经过三坛大戒啊。理上来讲，和合的心就是身，无争的心就是身，纯无漏的那个般若智慧的心就是身啊。但是从事相来讲，你没有经过三坛大戒，你不能称为是身呢、啊，要不然这样就坏了。每个人都想我本质具足，我就是身，这样讲不通的。那这样怎么分得开身跟俗呢？所以不可以执理废事，也不能执事废理。真正的法，接下来啊，法名无染，若染一法乃至涅槃，是则染着非求法者，非求法也。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佛陀真正的法呢？就是心不染着，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就像一块白布一样，没有任何的污染，原来的原始的状态的觉性，不染着我执，不染着法执，不染着颠倒见。再详细一点，不染着贪嗔痴那一颗本来的心，不染着一知一见一法，不染着一相，不染着一意，不染着一境，无心无染着，不染一知一见一法一相一意，意就是意义的意，不染一意，不染一境，淡漠污染，别无甚解。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修行都要恢复那一颗本来的觉性。那么这个觉性不是拼命的去造作啊，或者是拼命的去推测啊，万法唯心限量正量的解脱境界，只有结果没有如果，结果就是回归当下，没有任何的讨论的空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呢，今天的说法总要一个方便，所以要怎么样契入我们那一颗真如般若的涅槃妙性呢？淡漠污染，别无甚解。也就是说，圣人之所以伟大，是见相离一切相，即一切相离一切染，见一切相离一切相，即一切相离一切染，染污的染，
处处都是本来的面目了。若染着一知一见一法一相一意一境，不是真正求法的人，法明空寂呀，大寂灭是真求法者。你的心有没有保持如如不动，不起一相？那么你回归当下，你现在就受用，终身受用，生生世世的法身慧命，这一直存在。所以真正的法，真正求法者，心是没有染污的，啊，不然一知一见一法一相一意一境，若染一法，乃至涅槃。如果染一法，说认为佛有所说法，这个叫染污。佛所有的说法都是方便的，啊，乃至着意涅槃，也就是说，我今天呢，求涅槃得生死业，涅槃不可求。我们的心性本质涅槃，涅槃本来就不入，涅槃本来就不出，所以讲我入涅槃，我出涅槃，这个都不是佛的证件。涅槃本质涅槃，无有一法名涅槃，不出不入名为涅槃，不来不去名为涅槃，无有增减名为涅槃。有什么法可以入呢？有入它就有出，有增它就有减。诸位，佛法啊，乃至于染衣佛陀是正法就是邪法啊，乃至染衣我求涅槃，你这个心也是污染。真正求法者，法不可得，涅槃究竟空寂不可得，不求法不求涅槃，是名真正的求法者。所以法名无染，是指染着非求法者，也就是换一句话说，你动任何的念头去求任何一法，就是染污。因为法法本质啊，啊，真如，真如不可求，为正相应。接下来，法无行处，若行一法，是指行处，非求法也。啊，行处就是行，就是造作。啊，法本质空寂，没有任何的造作，任何的体相用因缘果是跟离，当初造作，当初即灭。法无行处，行就是造作。真正的求法者，任何的造作心都是如如不动，契入大寂灭涅槃妙性。就是今天在座诸位，你今天的听经闻法，法转换成你内心内化的一种般若的能量，你所散播出来的就是寂灭法，就是佛的那一颗心。所以说法无形处，造作就是行，生灭心就是行，心着一相就是有所造作，心着一生灭就是有所造作。所以说今天你布施了很多金钱，要着了着一说我布施了好多的钱，这个就不是真正懂得法的人。今天你念佛念了好几万声，那么你到处啊吹嘘说啊，我念佛念了三万声，这个仍然是不懂法的人。法明寂灭呢，岂有造作呢？啊，今天你说你今天呢吃了多少的咒语，那是不晓得是方便法，咒语要跟大圆觉自性极密的涅槃妙性相应，那个持咒的威力就很大。一提其用，用有的人喜欢持咒嘛，色用归体。在座诸位啊，你今天你念佛一提其用，对不对？我本质空寂，我方便念佛，方便念佛，没有能念也没有所念，我不造作故，所以念佛没有能念所念，很容易就契入理一心不乱，很容易就契入理一心不乱。所以说法无行处，若行一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
真正的佛法是没有任何的造作，大悟的时候时空完全静止，时空是妄想的产物，我们内心意识心刻画的时间跟空间，我们用生灭心一直在造作，而说我们在求法，那是错的。生灭心是意识心，意识心是有造作的，有造作的它会累积种种的相跟量，不离见闻觉知啊，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见闻觉知，不离见闻觉知就没有超越的思想，那么不离见闻觉知就是众生相，众生呢所有的讲话所有的话题不离见闻觉知，也就是世间人所包括所有的电视包装报章杂志离不开见闻觉知，六根攀缘六尘离不开这个，电视打开一定是食衣住行吃喝玩乐，出国在家任何一种法都没有任何一种超越的思想，但说见闻觉知之事，也就是一切众生呢啊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些见闻觉知，乃至于说着一知着一见啊着一法着一相，而说自己在修行是以本心本性不相应的，是不相应的啊。那么在众生还没有契入这个大圆满的大觉悟的心的时候，他会用种种的方便种种的假象，持咒也好念佛也好现曼达也好打佛七也好打禅七也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心不乱，为了开采本来的面目嘛，才这么辛苦嘛，对不对啊？所以法无处所，法也无相处，真正的法没有任何的造作，没有任何的生灭，心有心有这个相，有这个念，有这个找，有这个相，它就是行于生灭。所以真求法者是无造作，是无生灭。若行于法，行于法就是我认为我在修行佛法，这个就是生灭的东西，法本质空寂，哪来的造作呢？所以若行于法，如果你在造作某一种东西而说你在修学佛道的话，这是不懂法，法法本质空寂，没有任何的造作。修止观是为了什么？到最后也是没有能止，没有所止嘛，体真止方便随缘止习两边止，止观到最后没有能止，没有所止，没有能观，没有所观，无观，这个叫做摩诃大观，这个就是摩诃大观。什么叫做大手印？无印就是大手印呢、啊。什么是最大的相？无相就是最大的相啊，绝对的空寂就是最大的相啊，最大的庄严相就是无相啊。所以法无行处，若行于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接下来，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取舍非求法也。意思就是说，我们证得到本质空寂的那个真如自性的时候，我们的心跟虚空是一样的啊。在座诸位啊，今天虚空你把它挖一块，虚空不增不减，你把它舍一块，虚空也不增不减。我们的真如自性也是这样子，你任何的造作通通没有增减。在座诸位想象一下，所有的星球，地球、太阳系、银河系、超新星系乃至一切的银河系，所有的造作不能离开虚空。我们今天也是，所有的造作不能离开如来藏现，不能离开真如自性，
离开真如自性就是叫做外道。所以为什么我常讲的八大宗派啊，供一颗佛心呢、啊？南传北传藏传呢、啊，供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好争的呢？所以法呀，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取舍，非求法也。如果你的心不弃入即灭，认为众生有取或者是法有舍，有取有舍，那么这个取跟舍就是生灭。所以啊，禅宗里面讲啊，令心无所增减呢，是真修行人。因此啊，法无处所啊，法也没有取舍的。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取舍非求法也。这个就是着一生灭啊。所以我们真正的法就是如来藏，本质一心，本质真如。取是不对的，因为本质具足。舍也不对的，就像虚空，取虚空没有意义，虚空本质如啊，舍虚空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啊，法本身啊，是在你的妄想，它才会有增减。妄想是制造业力的工厂啊，制造业力的工厂就是妄想啊，而业力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妄想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无明。所以啊，念念无明就念念妄想，念念妄想就念念造业，念念造业就制造生死，制造生死就避免不了轮回，就避免不了轮回啊。接下来，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着处非求法也啊。处所就是人事时地物的地点，开会有一个处所啊。可是佛陀讲，那个处所当下就是空寂。好，我现在讲一个例子。今天在座诸位啊，有几千位法师了，我没算过，不知道啊，有上万的居士了。假设说了，我们今天呢，在台中啊这个地点来聚会，缘起法不能说没有，没有就是断灭。可是诸位冷静一下，当下每一个法师跟居士都是一堆白骨，这个白骨再关一下，关照一下，都是灰尘骨灰，骨灰也没有任何的语言，没有任何的文字，没有任何的妄想。好，把这个展貌中心把它拆开来，也是缘起。你现在看到我们这么热闹的大法会，当下就是空相，不见一法生，也不见一法灭，诸法本质不生呢，何来的灭呢？所以法无处所，着一处所即着生灭。所以啊，般若智慧就是最好的处所，显道场显来显去啊，没有比这个般若智慧更好的道场。住难若比较清净，很好，这四相上。而真正的难若，佛陀讲的是这一颗大极灭心，是大真正的大难若。安住于自己的大极灭处，即住真正的难若，非故不着处所。所以说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着处，着处所非求法也。所以真正求法者，不管你走到哪一个道场，你 走到哪一个宗派，内心里面要给一个尊重，因为处处是极灭，见性的人处处真呢，
处处真呢，处处都是本来人，相相真呢，相相真呢，相相都是本来人呢，所以叫做法无处所，若着处所即着生灭，啊，若着处所是着生灭，是着生灭的处所，就不是真正的求法者。所以在这诸位啊，你今天呢来到台中这个斋僧大会，听闻佛法，心即灭佛，有跟众生百般计较吗？有跟众生啊百般的困扰吗？你有没有去干预别人的修行？有没有不尊重别人？所以啊，是不是说我们呢 啊只要做一个小动作尊重，那么所有的佛教就会和谐？做一个小动作尊重每一个法师的修行方式，尊重八大宗派，尊重南传北传藏传，给一个最基本的修养尊重，整个佛教啊它就会和谐啊。佛教内斗啊消耗能量，佛教和谐力道就会大，这是一定的道理。接下来法名无相啊，若随相事啊，是指求相非求法也。法名无相，真正的法真如，而真如它是无相，而无相没有长短方言，不是长的我们的清净自性，不是长的，不是短的，不是方形的，也不是圆形的，也没有颜色，没有青黄赤白，也没有上也没有下啊，上下东南西北是人的意识心定出来的，时空本来就静止，本来就不存在，对大悟的人来讲，人事时地物都不可得。所以真正的法当下就是无相，无相就是空相。若随相事，事就是意识心的事，如果随着相而起分别心的事，是则求相非求法也。说法名无相，如果你不懂得这层道理，见相着相，不懂得即相离一切相，不懂得这层道理，法名无相，若随相事，着相的相，意识的事，如果随着相而起四心分别，是指求相非求法也。所以为什么佛陀啊在金刚经里面讲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为什么真正的如来无相？为什么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如来无相，每一个人真如自性也是这样子啊，自觉甚至也是无相，没有长短方，长短方言，没有青黄赤白，没有东南西北，没有下没有上。若随相事，如果随着相而起分别的意识心，生灭的意识心，生灭的意识心是生死的根本。所以在楞严经啊，佛陀叫阿难要舍事用根，要舍生灭的意识心，生灭的意识心就是着相，生灭的意识心就是六根攀岩六尘中间所起的分别心，执着的心，生灭的心，那个就是四心分别。而四心分别能所不断，它本质空无自性，所以四心分别是缘起，是空无自性，空无自性就不是真如。因此啊，法名无相，若随相事，是指求相非求法也。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法师或者是居士，你真正的求法就是不能有四心分别，
而且高低情绪的变化。所以真正的修习佛道的人，不见众生过啊，若见众生过，自非切实着啊。因此见众生过就是四心分别了。接下来真正的如来的法，法是不可住的，不可住一知一见一尘一境一相一法一意，通通不可住。若住一法，是指住法，非求法也。哪一种人才懂得如来的真正的法？法不可住，法不可住。若住一法，是指住法，非求法也。为什么法不可住？因为万法空无自性，法法本空，不是你执着就可以带得走的。我们要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身心俱舍，金钱名利完全舍，这是真正的修行人啊。如果那个坟墓埋葬了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个很有钱的人一定会感叹啊，为什么我在世的时候来不及布施呢？而现在躺在棺材里面，埋在地底下，才想要做功德，来不及了。行善要及时，修行要当下，不能拖延啊，不能拖延，不能像飞机车 delay， 对不对？这一班机也 delay 了，我就要坐下一班的飞机。在这诸位，你明天要死亡，你能 delay 吗？没办法了。所以啊，坟墓啊埋下去的那一刹那，你才感觉到啊、哦，我这辈子福根会修得不够，来不及了。奉劝啊法师啊啊，还有居士，什么是真正求法者？身心俱舍。